大家好，我们这边是喜昌科技，今天要向大家来介绍一款专门用来测量动物后肢负荷的一款新的实验动物仪器。那这台仪器是来自意大利厂商 Ugo Basili 所生产的 Libra 实验动物后肢负荷测量仪。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外观，它外观呢非常的简单且小巧。那所有的控制都是透过这上面的一块触控萤幕来去进行，那控制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您直接用您的手指去点击 setup， 那我们可以去设定我们的动物克数要测量的秒数，以及自动还有手动模式。那接下来再进行校正，校正完毕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实验。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上面上方的构造呢，它是一个亚克力制的动物保定盒。那这个保定盒有大鼠跟小鼠两种尺寸，那针对特别肥大的大鼠，尤其是400克以上的动物，那 Ugo 这边也有在额外提供更大的保定盒供使用者选购。那这上面也包含了我们的 sensor 的部分，就是有两块踏板组成，分别可以侦测动物的左脚与右脚的后肢负荷。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要进行操作的话，就是把老鼠放进，我们只要按下 Start 键，按下 Start 键以后，它就会开始进行测量。那此时我们就是把老鼠放进这个保定盒，让它站上那两块左右两边只脚平台，我们就可以来进行量测。那各位，我现在就是使用一颗砝码来做示范。那我们现在是使用 Auto 模式，我只要让老鼠站上那两块 sensor 以后，它就会开始进行量测。各位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量测。那接下来量测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 data， 或者是重做，取消重做。对，那像这样子按下 start 键以后，它就会开始侦测我们的动物是否有站上去。那站上去以后，它就会自动开始。那所有的我们有进行过的 data， 我们都可以事后来去做浏览。那这台仪器也提供了可以让您直接用随身碟下载数据至随身碟的功能。